河边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长新任会务干部理事监事就职典礼。大会会旗，大会主席进场。请全体与会贵宾狮子领导先进河边狮子会全体师姐师姐夫，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高雄市河边狮子会大会会旗暨大会主席许增文会长及师姐夫进场。主席非常感谢各位贵宾师友们莅临今晚的盛典，更期望各位贵宾师子先进们给予更多的指导与鼓励，让大会主席深深一鞠躬向各位贵宾师子先进们表达最高的谢意，请鞠躬。大会会旗请复位，主席及师姐夫请回座，请主席鸣钟宣布典礼开始。高雄市河边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长新任会务干部理事监事就职典礼，典礼开始。介绍大会主席及与会贵宾。大会主席许增文会长，总监黄明禄师友抗立，前任总监王吉居师友，3001复合区第一副议长郑玉珠师友，第一副总监吴家珍师友，第二副总监方顺利师友，前总监洪玉霞师友，前总监苏金川师友抗立，秘书长林小平师友，财务长萧美莲师友，办事处主任施凡玉师友，国际基金 LCIF 区协调长苏辉林师友，全球领导发展团队 GLT 区协调长陈俊文师友，审查长吴龙泽师友，典礼长胡桂英师友，副财务长陈美玉师友，副事务长陈明月师友，副事务长李桂玉师友， LCIF 副协调长许玉婷师友，联会副主席邱领轩师友，联会副主席苏梅青师友，副议事长郑明峰师友，副摄影长赖和平师友，副知议长许秀琴师友，副公关长陈美玲师友，第六专区主席陈忠胜师友，13分区主席钟响兵师友，副前总监黄玉雄师友，前任会长董香林师友，辅导会高雄市德光狮子会张根美师会长暨师友代表，请就座。友好会高雄市财山狮子会陈文斌会长及师友代表，大家好。
请就座。推荐分会高雄市海洋狮子会赵东瑞会长及狮友代表。海洋狮子会上到。友好会高雄市海运狮子会李丽华会长及狮友代表。督导长韩信和狮友。事务长许瑞义师友，因时间关系，以下将统一介绍全体驻区总监顾问。这个为什么？总监法律顾问、区策顾问、委员会主席、前专区主席、前分区主席、各分会前会长、河边狮子会顾问群、专区秘书、专区财务、分区秘书、分区财务，请起立就座，请起立接受大家热烈掌声欢迎。2024-25年度会长联谊会，陈文彬主席暨各友会会长。请就座。凤阳国小黄启峰校长，欢迎。许增文会长祝贺亲友团，我们起立一下，欢迎你们来。颁发理事长当选证书。主席致辞。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晚的大会主席许增文会长致辞。民路总监、集区前任总监玉珠副议长，还有黄玉霞前总监、苏金川前总监，还有我们的嘉珍第一副总监、方顺利第二副总监、小平秘书长所带领的行政内阁、中盛专区主席、响兵分区主席，以及我们的塞巴哈跟会所带领的德光哈狮子会的狮友们，海洋狮子会东瑞会长带领的海洋狮子会的狮友们，海运狮子会丽华会长带领的海运狮子会，以及2425的我们会长同学们，还有现场我们的河边狮友们，谢谢们。财山师长们，欢迎你们！还有我的亲友团，好，还有现场所有的顾问群们，大家晚上好！好，很开心哦，今天那么多的长官还有好朋友哈、哦，来出席我这一场的盛会哈、哦。那河边狮子会哈、哦，它已经到今年哈、哦，已经第22个年头。那记得17年前哈，我跟河边狮子会是擦肩而过，然后在8年前哦，因缘际会哈，在苏慧玲副LCF 前校长哦的推荐下，我又来到河边了。可见天注定，我就是河边的人。您刚点吧，点。因为去年哈，我们乡林会长哈，他在乡林会长卓越的领导，以及他不计血本哈的付出，把我们的河边的氛围哈带到另一个境界，大家的氛围越来的越好哦。那其实乡林会长已经卸任了哦，他还是一直在帮我找新师姐。那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增加了6位的新师姐啊，所以感谢我们的辅导会长、董事会长，爱你哦。感谢当初洪玉霞总监哈把我带到狮子家庭哦，那也感谢郑玉珠副议长，在他当总监的任内哈，也聘任我担任他的分区主席，然后还有也我要感谢我们的女神一梅总监，
感谢你，在他担任总监的那一年哈，他聘我担任的办事处主任，一年的历练呐，一年的历练。我跟总监讲，总监，我强大了，谢谢谢谢总监，谢谢。那也感谢河边呢所有的师姐们呢，今天哈大家哈，我们几乎是全员动员呢，今天满满的五桌，超过了哈，超过五桌，难得哈。那也开心哈，我们今天我希望说每一年呢，我们的会今年的活动，师姐们你们一定要也是像今天这样子全员动员来支持我，好吗？大声一点，有没有听到？感谢微笑工作室的哈，我们的庄干事，他一人当选哈，全家服务。然后最近因为我的手枪，他常常跟我哈，为了我的一些流程哈，搞到半夜，辛苦了，老庄，辛苦你了。然后也感谢我们的龙蛇212的财务长龙蛇，今天帮我做这个背板，很漂亮吧？很漂亮吧？那个以后你们如果有 PPT 要制作哈，一定要找雅欣数位公司，龙蛇可以帮你们做得很漂亮。他也帮我设计了这个 logo， 我们河边也第一次有个 logo。龙蛇，谢谢你，龙蛇，泽哥，谢谢谢谢。然后感谢师姐们哈，这么的支持我，然后也来河边八年了，虽然说一直哈闪避哈，不要当会长，但是哈。也觉得哈，年纪到了啦，该接下这个大任的啦。谢谢师姐们，谢谢。再来，我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顾问，尤其我们国光狮子会我们的顾问团，今天来了三桌，谢谢我们国光狮子会哈。因为有这么多的顾问哈来支持我们哦，所以今天才有这么盛大的晚会啊！谢谢大家。还有哦，感谢要感谢太多了哈。然后也最后一句话。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河边的未来的恢复，然后不管我是不是卸任了，我也希望说每一年都有这么多的顾问来支持我们河边的会长，好吗？好，没有声音，谢谢。好，最后我要将13年前我当会长的座右铭，也要送给13年后再次担任会长的俏妞。以及我们现场的来宾，我的座右铭，那就是长得漂亮是我的优势，对吗？对。但是活得精彩是我的本事，希望这句话我们跟大家共勉之，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会长，请许会长留步。那这边高雄市河边狮子会全体师姐为祝贺许增文会长荣任本会22届会长，特由董香玲全任会长、郑玉珠第一副议长、苏威迪国际基金主席以及全体师姐上台献上我们祝贺的花束。恭喜我们的许会长的就任。希望在未来的这一年呢，你能帮我们河边多加注、多加油，让我们河边发扬光大。今晚大会主席我们曾文会长，还有我们香玲前任会长，以及前任总监，还有我们第一副议长郑玉珠师友，还有我们妈祖本哈玉霞前总监，还有我们英美女神总监，还有我们金川阿伯前总监，还有我们第一副总监嘉珍，第二副总监顺利，
由我们秘书长林小平所带领的内阁团队，还有我们中盛专区主席、陕滨分区主席，还有我们各友会的会长带领的师友，还有今晚的与会的嘉宾，还有顾问群们，还有各位是前辈领导师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首先恭喜我们曾文会长 Miss 1.5 那个会员成长已经达到了三至五个，你已经六个了，很感谢你。还有我们乡林会长的全力相挺，短短的半个月就把它达成了，很感谢你。在未来的一年，麻烦配合我们13区的各项区活动，还有各项社服，还有我们乡林会长在我们集居前总监的任内，他也配合各项的区域活动，还有我们各项的社服。最重要的是，真正高林志伟，伊拢林高粱，我林书伊，伊甲我教过那边啊，讲要喊我啉，我拢会惊。我甲伊讲吼，等下我过落林了，你较咱较来拼酒哦。迄个时阵较是正确，无我真拢逐工咧啉酒哦，不我一定拼输你啊。最后再来我也要。感谢我们今年勇于承担的我们那个苏威林来帮忙我来推动这个 LCI 主席的职务哈，还有各位我们河边的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正内阁副内阁的各位内阁们，在此我也恳请我们河边狮子会的各位前会长，还有各位。领导各位师姐啊，各位师姐们，还有师长们，在未来的一年，配合我们曾文会长的带领下，来配合我们13区的各项的区活动，还有各项的社服。今年我们，曾文会长哦，真的很有勇气，他是2012的会长，我是1213，算是我的学姐了，感谢你哦。今年也多了一项职务，就是我们2425的执行秘书了哈。他说他刚才跟我讲说，真的很累，因为明天是2425的首敲啊。你为什么选今天呢？因为今天不用跑通，只有你哦。好，你先选的。好，在最后祝我们与会的嘉宾是家庭幸福美满，感谢各位参与的嘉宾，谢谢。我们大会主席曾文会长，那个我们那个迷路总监，还有第一那个我们第一副议长，还有我们那个集居总监，还有我们那个红霞红前总监，还有我们一美总监，还有我们那个金川总监，还有那个嘉珍副总监，以及那个我们顺利副总监，还有那个分区主席钟小平分区主席，以及我们内阁团队，以及各位友会、各位领导干部，各位友会的会长，还有我们各位来宾、各位河边的顾问、河边的师姐、师丈、师宝眷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高兴哈，今年又再度担任河边狮子会的主席啦，那跟河边狮子会一起努力。我去年是河边狮子会的分区主席，那今年是河边狮子会的专区主席，所以河边狮子会对我而言应该并不陌生啦。而且我们的曾武会长是我们2022年度的这个办事处主任啦。那我是2022年度的这个会长，所以我们是非常的一个熟悉啦。那他也是我的前辈，那今年度哈，他能够担任这个河边狮子会的会长哈，我想这个自然他的一切应该能够驾轻就熟啦。那就这个未来一年哈，也希望我们河边狮子会的师姐能够大力的来相挺我们的这个曾武会长。那我们相信呢，他一定能够把河边带得这么好，像今天就有那么多的师姐、这么多的来宾一起来参与啊。那我相信呢，他未来一定这个河边的会务一定会蒸蒸日上。那我们就在这边祝福我们的曾武会长，也祝福我们的河边狮子会。
那最后祝这个与会的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福杯满溢，谢谢各位。陈主席致赠本会社会服务金，请许会长代表本会接受。谢谢陈东区主席致赠本会社会服务金。陈主席请留步。顾问好，陈主席顾问金。今晚大会主席、政委会长以及民务总监以及在座前总监以及副总监以及小平秘书长所带领的那个团队以及各位顾问以及我们国光的师兄师嫂今天来了三桌，真的是征文的人气爆表。那个我是隶属于国光市指挥，也是第六专区第十三分区主席钟响斌，很高兴今天来到河边市指挥。相信大家对河边市指挥真的是不陌生哦，河边市指挥真的是名人堂一样，第一副议长，然后还有一些CF 主席，各方面的一些一三区一万以前一万区的领导师有，那个河边市指挥栽培的人才济济哈，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也很高兴今年能担任十三分区主席哈，所带领的我们河边还有寿山以及国光来一同来完成2024-2025年度我们民务总监所一些交付的一些责任哈，还有我们的社会服务各方面的一些把它完成一区的交代的任务，也感谢大家今晚的莅临，谢谢大家。谢谢中分区主席的赞美，钟主席请留步。钟主席致赠本会社会服务金，致赠顾问金。许会长回赠纪念品。我在这里要先恭贺哈，祝贺我们河边狮子会第22届的美丽的会长，许征文师友，我们的民务总监，还有嘉贞第一副总监哈，顺利第二副总监，以及小平秘书长及所有那个团队，我们尊敬的郑玉珠第一副议长。还有洪一霞前总监，我们蔡福来前总监哈，以及我们的女神总监，还有我们的青川前我的前任总监，中分区主席以及辅导会哈赵根伟会长及德光狮子会所有的师友，我们在座各个友会哈修听友好会哈推荐会，还有顾问们。美丽的河边狮子会师姐们，大家阿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哈，来河边狮子会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从刚刚我们大会旗进场，就可以感受到所有河边狮子会美丽的师姐们对曾文会长未来这一年的任期，大家全力的相挺。我们看到他受到河边狮子会所有师姐们的尊重以及欢迎。那我也看到我们今天出席的所有的领导师友们，尤其是2024-2025的会长同学，还有文斌主席，今天出席率好像真的是爆表，超过所有各个分会哈，这个手敲哈的盛会哈，还有听国光狮子会啊，好像也说来了三桌哈，可以看到曾文会长在我们过去一万区一直到一三区长年以来他的用心哈，真心付出啊，以及他的才华出众，云文云武啊，能歌善舞，
我知道我们很多活动啊，尤其训练的活动啊，不管是醒脑或是带动唱，非他莫属。在2122的时候，一首《大眼睛》啊，好像洗脑一样啊，178，到现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还会被《大眼睛》惊醒啊。所以我们曾文会长真的是他的能力哈、是相当受到肯定哈、那这一年下来要由他来带领河边狮子会，我相信一定会非常的精彩特别祝贺我在这里顺便也要感谢我们曾玉珠副议长长年以来对1415为我们1415建立一个闪亮的招牌也过去受我们玉珠副议长的栽培及照顾让吉居有机会在2324担任总监感谢您我要感谢我们的乡邻前任会长在去年你也是全力以赴为河边狮子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带来新的希望。我相更相信我们这个曾文会长，这一切都在您把握之中。刚刚听了一句话很感动啊，长得漂亮是我的优势，活得精彩是我的本事，太棒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座右铭，一并送给大家，感谢你们谢谢，祝大家幸福美满健康快乐，谢谢。能给咱的大会主席咱曾文还有民路总监还有咱的前任总监咱的吉居前任总监所有的前总监副总监还有我们那个秘书长所带领的七成员团队各位贵宾大家晚上好。因为咱曾文我做总干的时候也是做我的分区啦一路来他做会长了，做会长我就把他刚好在选第二副总监，他会长做了就都是以前137服务现在137他又继续又回来做会长相信阮河边是要阁愈来愈好诶，要阁发，因为旧年有阮乡邻会长专门咧叫诶，叫要十外个诶师姐，咱遐曾文阁叫六个哦，介敖呢，你斗阵叫，好，大家斗阵叫，那敢若看讲下乡诶场面就比人诶受情较大点哇，伊的人气迄是免讲的啦。你要看干那顾问看了偌济，伫遮相信伊啦，咱曾文来做会对着民路传爱，民师传爱，福禄万载对着咱的迄、咱的总干会达和平，搁传了更高峰，更上一层楼。要感谢咱董慈会长去年的拍拼，大河边带个有声有色感谢恁两个曾文爱你哦，爱拍拼有你真好谢谢祝咱云南的大会圆满成功，各位来宾大家平安顺心，谢谢。常常自己心慌今天的大会主席阮曾文，有智慧又有活力，说真的备受感动啦。人讲这个场面纵观云集啦有你真好，以及咱的民路总监啦咱的乡邻前任会长，以及咱吉居前总监加咱的副议长咱的福来总监、一美女神总监，以及
我阿伯总监，全区分区家人的舞会，德管的舞会，伊个人小平所带领的区内个吼，家人的副总监，各位贵宾，以及南河边的家人，大家好。人讲岁月匆匆啦，头拄啊，阮曾文讲过，河边已是22年头了啦。在这22个年头，今天又产生了一个最棒、最有活力、最有智慧会长哈，阮曾文呐哈，啊，又是今天的新的一个里程碑。人一只看到这个场面，无限的欢喜。22年来，虽然是我生的第二囝，不过22年来，啊，产生了副院长、人副总监，足多领导干部吼，啊，互人一万七、一三七，有足多民主，咱共咱的河北狮子会拍一波好不好？说真的，真文这多年来。人讲老资新干，虽然是成熟的会长，唔过是再次搁做会长，唔过伊是一个很稳重啊，又有很能力的会长啦吼。啊，我直接要甲阮曾文讲，我们要珍惜当下，好好的做吼。河边是一个很优质的会。他爱你，你也爱河边，对不对？尤其恁阁有遮好的舞会，德观狮子会。当时这个德观是我选的，啊，我嘛感觉讲，人家会长啊，人家河边的师姐，大家拢袂歹吼。我抱着满满的祝福啦，祝咱河边狮子会更加的璀璨。尤其咱今年征文的服务。大家互伊较侪支持，好无？好，拍一个抱啊一个。啊，我嘛要感谢阮乡邻，去年一年的辛苦，说真的，面面俱到。乡邻，互鼓励一个，拍一个抱啊一个。时间的关系吼，啊，有时候我阁甲阮张文，甲阮河边的查某囝，阁较侪讲较侪好话，阁鼓励阁较侪。啊，我伫遮。祝福大家心想事成，日日时时都幸福。感谢您，谢谢。好，今天大会主席曾文哦，还有民路总监。还有我们前会长、前任会长董良，董志啊，前任总监呢，局局总监，还有副议长，所有我们在座前总监啊、秘书长所领导的那个团队，以及所有美丽的爱河河边狮子会的师姐，在座的顾问会长们，大家晚上好。我一定要上来讲话，因为上有一场没有上去讲话，我就跟他说，你是家人，你可不来讲话。我今天一定要来讲这个致辞哦。真的很高兴曾文呢有这个勇气再回国来接我们河边狮子会第22届会长。虽然他加入河边还没有当过会长，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位有责任心的人。伊甲讲一句话，伊讲哦，啊，我在河边享受资源这么久了，我也应该要有能力来为河边服务哦。哎，你河边的师姐，你听到这句话有感动无啦？师姐是不是给我们会长一个热烈掌声？他是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哦，那我都觉得懂得掌握机会的人才能够创造精彩的人生。曾文就是那个懂得掌握机会的人。当年度我们在2012年度呢，他是我们的四大金刚最活泼、最踊跃、最活跃的那一位哦。每一次呢，秘书长若要发公文哦，袂晓写文字哦，伊就讲啊，曾文你写一个，啊，桂英你去写一个，
是不是安尼？秘书长，伊个人出一支嘴啦。哦，对啊，哦，我的秘书长个人出一支嘴啦，啊，着别人替伊做遐个工课安尼啊。这位你去写一个，去铺一个，啊，过你去写一个，去铺一个哦。但是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哦有太多美好的回忆。曾文呢，他是一位很积极的人哦。那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有要求完美，所以呢有热忱，积极度又够。那他又来接我们河边狮子会呢，第22届会长是我们河边之福哦。那我都觉得，聚是一团火。我们当年度呢，在2012年度，我们四大金刚跟总监都在办公室里面呢，一个礼拜上2天班。在大家呢就是一团火一样照亮我们亿万区，当初的亿万区2000多位师友，现在大家卸任散掉了，善事满天星哦，让他们在每一个位置上发光发热。因为就像曾文今年接了河边狮子会的会长，我们桂英又接了明路总监的典礼长，然后呢秘书长又接了总监发言人，好，那我们哲哥呢又接了议会的资讯长，所以真的是聚是一团火，善是满天星。即使是当年度卸任了，可是大家的优秀是有目共睹，有这么多的后来的副总监有这么大的青睐来看到我们这些团队，是我的福气，也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哦。那今天真的很高兴。我看到曾文的人气很旺哦，因为今仔日听讲要逼的哦，很多个咧已经逼啊呢，不要紧，阿姐啊伫遮，不要紧，头家娘伫遮吼，真的是很为他高兴。那我也希望，我祝福他今年度呢，其实会务对他来讲应该是顺手拈来呢，得心应手了，这个都不用学习。但是只要持续那一股热忱，我相信你又可以再造佳绩，把河边呢带到更兴旺、更兴隆哦。那我在这里也祝福我们河边狮子会会务昌隆，那祝福大家健康平安。今天是当他的首席顾问，所以我来颁证这个首席的那个顾问金了，我要祝福他。谢谢，谢谢。那我们旅程总监致赠我们的顾问金，首席顾问金，谢谢我们旅程总监对我们会长的爱戴。那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好了。明路总监啊，前总监啊，各位副总监啊，内阁啊，各位室友，大家晚上好。好。我这个女婿算回国的啦，啊，阮正伦嘛是回国的，顺便先介绍。啊，阮这个女婿吼，这个就很头痛，你晓得无？你若像正伦这种的，拢免辅导，你晓得无？咱2425吼，秘书长就是伊啊。2425同学，给掌声一个好啊！阿婆大家红车车，唔知要做啥物代志。比如总监，这爱加码咧，这个靠付出，吼，这个爱加码较够好。啊，等下何必先头一摆呢？哎，对。哦，袂歹，何必吼啦？有这个厉害吼，是个强将啦，你啊，何必没有问题了。我甲洪丽霞，阮咱共让洪丽霞生啊，迄个算阮阿母啊，你听有？我甲是我是差生个啦，这个阿母啊，最后生四几啊岁，你听有无？拍破一下无啊？啊，拢生得足健康啦哈！啊，祝咱卖国家娱乐啊，娱乐也无效，你免娱乐做啊足好啊，你听有无？吼，啊，上一下说，本来是免来，啊，无来嘛袂用个，你听有？哎，谢谢啦！好，我们郑主席颁发社福金。郑主席，请留步，徐会长回赠纪念品。大会主席，曾文会长，那明路总监、吉旭总监，啊，英美总监跟玉霞前总监，那还有金川前总监，以及各会的领导干部，
还有各位的资深的师友、领导师友，在这里跟各位问好，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曾文是我见过我们的会长同学里面，他是一个脑筋最清楚、反应最快的一位会长同学，而且他也是我所认识熟悉的112的会长，然后也是我们2425的会长，所以会务对他，我相信这是驾轻就熟，所以我也话不多说，我在这里还是要祝河边狮子会能够会务长龙，我相信在曾文的带领之下一定是一飞冲天，也祝各位与会嘉宾身体健康，家庭事业美满，谢谢。好，那我们会长致赠我们社会服务金。那我们徐会长回赠纪念品。那我们邀请我们王坤玉前副总监，他来致赠我们会长一个金饰的礼盒，非常谢谢我们的前副总监坤玉副总监非常用心来照顾我们会长，来支持我们会长。加持，今年一定会风风火火、闪闪亮亮。那我们主席呢？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凤阳国小黄启峰校长，黄启峰校长要祝贺我们会长的就任呢，特别准备一个平平安安、非常用心的送平安的礼品。好，可爱的小苹果。谢谢我们校长的祝福。今晚的大会主席、明路总监、吉居前任总监、玉珠副议长、前总监们，以及小平秘书长所率领的内阁团队，还有现场的师子先进们，各位师姐、师长、师兄、师嫂、师宝眷，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河边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天堂，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狮子会的师友们，欢迎找我报名，我等一下在现场马上收。好，那开玩笑的，但是我是很认真的。那我们今天的大会主席，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很有领袖风范的，我相信我们河边狮子会在我们曾文会长的带领之下一定是游刃有余。那最后祝与会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用餐愉快，谢谢大家，谢谢。与会长致赠纪念品。就算我绝句还可以一句，你要跟我学习，你说 I love you 要跟我 long stay。 颁发理事监事当选证书，请常务理事李幼莹、吴凯丽，常务监事董香玲，理事许秀琴、朱玲仪、刘玉玲、曾秋琴、许燕婷、陈瑶如，监事张树珍、李芷英上台就定位。徐理事长代表主管官署颁发。许曾文会长，遂。
干部就职佩戴职务彩带，请李又莹第一副会长上台就定位。请许会长为第一副会长佩戴职务彩带。掌声恭贺你第一副会长龙任新职。许会长请留步，你第一副会长请回座。接下来请林庭轩秘书、许玉婷财务、叶美满总管、李又莹联络、洪淑贤活动主委、刘玉玲会长特助、朱玲仪副秘书、潘宝孝副财务、钟文莲副联络、吴凯丽活动副主委上台就定位。许会长为新任会务干部佩戴职务彩带。2024-25年度乡市本会最荣耀，是以务实行动推展民思传爱、福禄满载的一年。职务带象征责任与承担。今天新任会务干部佩戴职务带后，代表的意义是接下全体师友的重托及任务的开始。期许本届会务干部能带领河边狮子会超越更高的服务领域。河边狮子会第22届会长新任会务干部理事监事就职典礼结束。本次就职典礼由衷的感谢各位贵宾、师友、师姐夫、师宝眷莅临。